骗的。对，我要等我的。还有变态的剧情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是因为网络上大家都在讲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导正导正。对，听说他老公要回去了。啊，他们的编剧是我朋友的同事的姐姐。你知道吗？太女人。啊，也不会啦，反正就是那个编剧只写到20几集，然后就被前面很好看，是我朋友的同事的姐姐写，然后跟大概是导演他们就做了，写到一半就断了，就换了，换人写呀，难怪后面那么，后面就怪怪的。现在是先生，现在就拿破仑，就是男主在一起，拿破仑蛋糕，嗯。是怎样千层吗？反正等一下吃下去就会炒炒炒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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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怎么样？蛮很漂亮是吧？对。干什么这么绝？哈哈哈哈哈！像那个什么奶冻卷那种，哇，好漂亮！断断面秀。老师，那我们是要这样切一片一片的带回家，是不是？回家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哦，你是说这样一次这样子一整条带回家？对对对。哦。拿回去要切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自己切就对了。哦。晾好晾好。那个是啊，外面外观是这样。他首先没有把它切掉，但是他把那边头也切掉了。都是好，都是可以切掉。哦，那也可以吃啊。那你可以就当一茶水汤，等它摆摆。哦。哦。什么颜色不知道？要不要踹一下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想为什么你